堵两个洞，留一个洞，留一个洞，这个笼子往里面一堵 ，OK， 抓镰草往上面一盖，对吧？这个笼子边上有缝隙的，你用草把它塞一塞。盖的时候你不要用泥巴往上压，不要老是弄泥巴往上压，弄泥巴压太麻烦。有草的，有什么草，直接抓一些拽点草，往上面一盖，往笼上面一盖，然后这个笼的这个一圈有缝隙的抓点草塞一塞就行了，不要用泥巴，泥巴不行，泥巴塞不紧，泥巴没有用的。你用草抓那个，用那个水花生啊，或者是水草啊，你把它那个，这个笼子就塞一点点进去啊，你不用就说把整个笼子吧，操，你全往洞里面塞啊，哇靠，那个你得累死，我跟你讲，你塞一半就行了，塞一半就行了。看到没有，我这边开了一个洞啊，我在这个边上开了一个洞，两边我都开洞的，看到没有，两边我都开了洞，抓大的放小的，这个小的基本上一钻就钻出来了，小的一钻就钻出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这里也多通州啊，通州那边有，对，通州那边有那个三角头哦，就是有毒的那种。老鼠卖给谁啊？有人要啊，有人要。耳朵也是过一段时间还是有的，有的有的。他不是说这个东西，他不是说这一个洞里面让你逮过他就没有了，你过段时间再去下这个洞里面，它可能还会有。但是要是流水河啊，像那些河道互通的，我操，那个洞下的舒服。对，就是腹啊，对腹。肉是非常的完美的，非常完美。你们是没吃过，吃过你们就知道了，吃过有可能你们还想吃第二次。我都准备下，那个没用，那个没有用，他也不傻。他也不是傻子，现在化兰还能下啊？现在化兰都结束了吧？现在玩路亚都结束了，现在逮黑鱼的季节过了。按个啊，按个，现在没有，到时候再说啊，按个。兄弟们，咱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行不行？点点赞啊，点点赞啊。那个肉卖烧烤店嘛，烧烤店，比如烧烤店啊，对吧？比如像人家做那个狗肉啊，现在狗肉不也能掺假吗？狗肉，那个狗肉你们也吃不出来，这是真的狗肉还是假的狗肉？你们也吃不出来。你们也吃不出来啊，到时候你的肉，关于我的肉基本上都发到苏州那边去了，苏州、浙江。浙江，要的人多呢，哇靠，要的人多呢。人家买回去还送人呢，送老板。因为浙江人嘛，他那个他就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他就想搞，懂不懂？他就想吃，知道吧？最大的也就是一斤吧，一斤就那个肉啊，肉就是肉的重量啊，最大的一斤还有六七两的都有啊，六七两的，正常的重量是六两、七两、八两到一斤，但是太小的不行，太小的不行。太小不行了。基本上狗肉啊，我也卖过，我也不是没卖过的，我也卖过狗，就是人家做那个，你们平常是吃那个狗肉冻，烧烤店也用过，啊，烧烤店我也人家也用过。前两年烧烤店有一家烧烤店嘛，基本上是一个星期，有的时候一个星期不到，他就要20个30个的，啊，正常。反正就是正常四五天三四天嘛，他就要一次。啊，我知道，你们通过那边我懂啊，我认识好几个，我都认识，啊，你我都认识啊。
也就那也也就那一帮人，我都懂。都认识的啊，都认识的。虽然叫不上来名字，但是基本上反正都看到我啊，都看到我。哎，我说的，哎，一帮人就一帮着呢，就哎一帮人。立马透过一局来直接敢打一动人，旁白冤打，就是一帮人打，旁白的人打。哎，对，这是老鼠。等了。忍着了，肯定忍着点，肯定忍着点。我说的，这打一动人都忍的，而且血的话，而且要紧捂的，忍着点都忍的。那个干活的，你得干活的，基本上说实话，都认识。等王姐长，老哥好像是没得报，没有，我没见到，我没看过那边有人弄这个东西。但是那边我前两年我去那边下过。但是那边贼窝贼比较多，我下了八个笼子，偷了我四个。我下八个笼子，给我偷了四个去。我说的古董时代有人往里面偷五的。我有个朋友是这个是偷五的股的，吃刀个那个老二代宝，这个知道哪里股的。这个是不是啊？这是那牛排骨，这是牛排骨，兄弟们，牛排骨啊！来，这个东西跟你们喝一点呢，兄弟们啊，啊！看来什么都不容易，都不容易啊，都不容易。这个东西也有偷的，不是说没人偷。温度还快了。快了，马上就快了，霜降啊，霜降就霜降过后就 OK 了。你下的时候，对，下的时候被他看见了，可能是吧，可能被他看见了。那么关键我下的时候周边没有人呢，没有人。那么第二天你去收的时候，傻眼了，我操，被人家扒过来，草全部被扒掉了。有一个叫偷骨匠冬敏的偷骨匠。偷你们偷那里，我人在很冷的，真的，人在好自古的，移民的，还有那个哪里过来的，还有那个那个油龙哪里过来的，加班，湖南湘江有货吗？那边没有。哎呀，乖，秦子山吃过没有？哎呀，这个骨头啊。吃了两个骨头，感觉肚子不饿了。我靠，他这玩意儿，我是一民呢。哦，懂，一民懂啊，是哪里人？一民懂啊，是哪里人？这个是黄的，兄弟们，黄的，我不能喝那个白的啊，只能喝这个。下午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啊？没见过，我没有见过。但是有一次在扬州那边，晚上出去招蚂蟥的，我操！我看到一堆他妈的绣花鞋，吓死我了。而且是小孩的绣花鞋，我吓死我了。那鞋的还是新的呢，我他妈吓死了，真吓死了。真的，本来就像扬州那边的那荒郊野外的深山老林多啊。沿着那边货也有啊，也有。假设到人们反省心里，哎，加个文呢，兄弟，加个文呢。你有没有文呢？吓死了，我操！那天晚上真吓死了。一双绣花鞋，我操，吓死了。晚上出去，晚上也睡不着，带个头灯对吧？出去找蚂蟥嘛。晚上我操，突然他妈路中间突然冒出来一双绣花鞋，小孩的新的，吓死了。扬州那个地方我跟你讲，深山老林多啊，废弃的地方多，拆迁的地方也多，那些地方卖鱼啊，啊，家养的不了，
我听人家说老鼠肉不能吃了，吃了不好吗？啥叫能吃不能吃？吃人吃的人多嘞，啥东西不能吃啊？啥东西吃？还能，我反正比我们天天吃这些高，反正比我们天天吃这些科技很活好，我跟你讲。啊，绣花鞋就是绣花鞋嘛，一双绣花鞋嘛。吓死了，在那吓的，吓一跳，真的吓一跳。我胆子也不是那么大了，说实话。新的是。